我铁道鱼虾麦子肉在2008年2月26号美术馆站18:07。主要拍摄是329支镜头，频道线看频道0156时间0156，台湾灯会在屏东彩绘一万块的八辆主角呢，实景美术馆站。有下面一个网站都点大家看面，刚就相机就是停掉，对，就是那一部就删掉，就改拍这一部影片。有一次那些片刻的，你都点不到，就刚很平，请见谅。反正这组已经拍好几次了，是吧？这个是两组灯会彩绘，因为5、6时间有6、1区间车，谢谢观看，再见，拜拜。老样子，应该也是老样子，都是跑这几组，再见，拜拜。